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年会少年团契事工非常关注我们年会属下少年人的身心灵的发展，特别我们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，我们的少年人很容易迷失方向，陷入了潮流跟风的洪流中。因此今年的少年大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我们可以装备及牧养我们的少年人。我在此呼吁堂会的牧者传道及堂会少年团契的指导，鼓励我们的少年人参加我们今年所要举办的少年大会，以年会一起同工，成为我们少年人的后盾以及少年人的知心朋友，陪他们一起成长，做主恩徒。谢谢。各位教牧，各位家长，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，牧养少年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今年我们希望透过少年大会，凝聚华人联谊会属下的少年人，建立一个充满有活力的团队，继续为主做光做盐。在此我仅代表联会少年团契，呼吁联会属下12岁至18岁的少年人参加这一届的少年大会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等着你来参加，谢谢。